有着基本的台湾灯会，各社区学校以及机关团体用心制作高压灯，展现地方产业特色，以迎接全国各地来游客。安尼特别传统节日，和外国老师 Alan 感觉相当的趣味，嘛作为体验会灯的制作。I always like to draw。之前啊，就是说没有这样的经验，那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参与这样的灯会，那他会觉得说，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，可以用他的手，然后来呈现立体的一种创作，一横一竖这样剪出来，然后再一笔一画这样贴上去，所以我觉得整个字看起来很神灵活现。学习之后，他的灵魂就第二个灵魂就出来了，然后所以你看那个，是微笑的。来台湾教书四年，艾伦头一遍做花灯，参考中国古灯的造型，主体是一个认真合适语言的红啊形，两边做红色圆条花灯，这个大字起哩，要鼓励大家加合适语言，体会合适的趣味。Many technical problems trying to make 这个结构是最困难的，因为要把它这样子一个结构把它弄出来，好，包括外形的结构这样子要弄出来是很困难的，所以他在这个方面用了很多的心血。然后弄出来之后，就开始要想说用什么布啊，然后用什么颜色啊，或者说这个是他的 baby， 所以我觉得他很用心在投入这个。那他的天分，其实我们 Aaron 老师很会画图，这是他的天分。然后，但是都是平面的，但是今天这个是立体的，所以是一种不同的尝试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，给你动手设计制作，艾伦对成果真满意，嘛讲后一遍会继续试看嘛奈，调整家己的能力。目前花灯是放伫创意甲设计灯库做展示。记者林雨欣采访报道。